沙乐乐关心云林边的西路购车批发市场，交易中卡特全台湾三股的一股。不过亚洲市场经过为25年，有一度被塞批基金 Q 的，负责营运的西路镇公所同中央政企业刘基云，爱同购车市场转型做农产品自费冷链物流转起。占地10公顷的云林西路果菜市场，是全台湾生态界三体青菜果子批发市场。无论买个青菜、叶片、做下油，当地车来来去去，生意当好。只是经过25年，包括照明、通风、通线，还有冷链设备的条，基金无合乎使用。换啦，那会用换是好啦，那愈更是愈好呢。唔捌来过的人，迄、那个交通东西伊会。甲唔知影安尼，甲复杂。啊，你若阮只做久的人，其实拢知影啦。为了充分发挥果菜市场的物流功能，同时提升市场内部的环境，西路镇公所向农委会提出市场环境整修工程同建置冷链物流转型计划，总经费预估大约6.44亿。我们未来的冷链专区里面内含的包含了我们的预冷设施设备、分装厂、集货厂，还有物流的设备，包含站板、冷冻车，它都会集中在这个冷链专区里面。从冷链的品质、农产品的提升，到我们安全用质谱与快筛，到整个营运及未来的通路，还有针对果菜的所有的剩余资材做到建零等这些，我们会。透过农委会跟果菜批发市场的所有的团队，尽快的来讨论规划，明年来执行。西路镇公所表示，目前包括国华变天站、关路改线同 LED 照明设备等等，经费7000万已经得到农委会同意。其他还有冷链装置、消防设备、通风设备、停车通线等等，完善年底是得完成可行性评估。未来西路果菜市场，有希望将行做农产品支配冷链物流转型。卡卡新闻李新龙云林报道。